那今天我们讲座的主讲的题目呢是"信愿能越过坎"。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同样是一觉缘课程太上感应篇的授课师资小琴老师来担任我们今天的主讲者。那小琴老师呢，在他学习成长的路途上，就每当他想要往前进的时候，总是会感受到一股就非常恐惧不安的感受。这个不同维次空间的力量真的是直捣痛处。对，但是你越是恐惧，就越是会与错误的能量接轨。那于是呢，老师就在不断的和名师接触情谊，以及不断的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之后，哇，这才得以扭转他的生生世世的劣势。那究竟小琴老师是如何突破他人生的关卡，那又是如何越过那道坎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小琴老师，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有请小琴老师。富商人好，在场的老师以及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有机缘能来到院里跟大家分享我来到一觉院呐，接触师父上人后的大转变。那我先自我介绍，我叫小琴，那我的法号叫做归顺，这是在2017年我拜入师门的时候，师父上人赐予我的法号，那我很喜欢。那感谢师父上人让我有机缘能归顺大法。那我家族是世袭的公庙体系，所以我从小就跟我家里的神明的缘分非常的深厚。那在我出生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我看过无数次的人家所谓公庙体系在办事的那种，就是有神明会入人的身体开口办事讲话的那种。那我也看过很多的信众来求助于神明。那第一代是我的外公，我外公从17岁开始他就当乩神，一直到现在。阿公现在已经是87岁了。那他目前还是偶尔会办事，不过跟以往相较起来的话，他跟以前相较起来，次数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也都是因为师父上人在2013年第一次亲临我们家公庙的时候，跟不同的维次空间的诸神众的沟通调解，阿公才能有这样子逐渐降低，就是越来越少的次数。那他到目前为止呢，他几乎都已经快退休了，他就已经几乎可以不用办事。不过还是有少数的几位来问事的人，他要指定阿公来帮他办事。我想这是阿公他自己的业力还没消完吧。那阿公曾经有跟我说过，他跟我说我们这种公庙体系的啊，就是开公庙的，就是当乩神是不会好过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的生活都是会比别人更不如意，那也更不优渥，那也会非常的劳碌命。阿公是这样子跟我讲的，也不顺利，生命就是会都不是那么的 OK。那我长那么大，听阿公这样子跟我讲过这些话不止一次，我听了好多好多次。那我能感受到阿公他身为乩神也非常的无奈，以及无可奈何，那也无解。那再来呢，接棒到现在第二代的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在40几岁的时候被抓乩，那她今年已经快60岁了。那她跟我外公呢是一模一样的模式，他们目前的状况就是，啊，妈妈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跟阿公一样，目前的就是一样这种模式在办事情这样子。那我妈妈是在40几岁的时候被抓乩的。那今年快60岁，我记得我妈妈一开始她当时的状况呢，她被抓乩的时候，她压力是非常的大，大到她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那她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她不会让人家想知道她自己的状况。那我记得呢，有一次我们东港就是3年1科的迎王大绕境，就是很多的宫庙都会出巡啊，然后就是大大小小的就出去热闹，很多神明这样子。那我妈妈呢，平常她都会去菜市场的一间花店买花。那刚好那一个花店的老板娘呢，刚好那个时间也是出去看热闹，那刚好看到我妈妈，她就是
热闹出境的时候被神明入体。那他看到之后，我妈妈去买花的时候，他就跟我妈妈说：“哎，我们在里安内内这样子。”那我妈妈听到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她回来就说：“被人家发现我会被神明入体了。”她就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那从此之后呢，我妈妈再也没有去过那家花店买花了，这是她自己跟我讲的。那就可见她真的是非常的不想让人家知道她自己的状况。好，那我阿公呢？这就是我阿公跟我妈妈目前两个的状态。可是这些状态呢，也都是由不得他们的，也不是说他们不好意思不要就不用，就是由不得他们这样子。好，那就只能将就。那通常我们会有这种状况的啊，我们就是像宫庙体系有这种状况的。如果你不去服从他的话，就是不同能量维持空间的，你不服从的话，它就是会让你的生命状态就是不好，那你的生活也会有非常多的问题跟困难种种，那生活上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我记得我妈妈快被抓鸡的那半个多月，那时候我才国中而已，对，那我记得她都躺在床上大概半个多月，她都说她每天都不舒服，每天都说她哪里痛怎么样子的。那我陪他去医院检查，当时我陪他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病因。那我们现在接触师父上人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时候妈妈早已经有那种快被抓鸡的迹象，只是呢就是灵性上跟冤亲债主还有他自己个人业力上的问题。那这个是跑医院不会好的，我现在接触的师父上人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跑医院不会好的，每天去那边看检查看报告是不会查出什么东西，他回来还是一样痛得哇哇叫，那只会越惨，因为医院会用药物跟打针的方式来对治这些问题。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我妈妈当时的状况一定是会越来越精神一定会越来越弱，那问题也都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好，那只是我当时呢，根本就没有去想，没有办法可能去想到说，哦，这个就是他要被抓鸡了，压根也没想到，我妈妈自己也不晓得。好，那我当时呢，妈妈也因为当时没有机缘与福报，那接触师父上人这个缘分，所以呢，她第二代的当鸡童的缘分就这样子发展下去了。逃不了了，这绝对是逃不了。好，那第三代接下来就是我本人。对，我本人，所以我才说我们是世袭的宫庙，我们是世袭宫庙传承的，就是你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那这在我看过那么多宫庙体系有在办事的这种状况呢，通常这种现象是跑不掉的，就连我自己家，连我自己，除了我家里以外，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他们也是，对，其实都是逃不了的。那就是上一代如果不在了，你下一代就得继续接棒下去。对，那像我家就是我的长辈都还在，可是也要接棒下去了，所以我的缘分一定更深厚的。好，那这些状况呢，就会连我就是以前啊，我周边有比较长辈的长辈都会跟我说啊，近期的妈妈哦，该的是你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要，谢谢，我不想这样子，我还会跟他们说谢谢这样子。好，那他们就跟我说，那我嘞你不爱的不爱，这简单点，你一定会的，这样只是还没到。那这些话真的是我从小就一直听的。对，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跟他们说不要。那真的是接触了师父上人，然后才知道说这个灵性啊，这个不同维次空间灵性，这灵界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对，那是很纷乱的，而且现在是21世纪了，师父上有跟我们说过，他们是招兵买马的，然后也要扩展基业这样子。好，那所以呢，现在才会有很多的灵媒啊，神明代言，就像我家里的状况这样子。那我以前呢，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看过的灵媒，还有这些神明代言，他们的年龄层都是会比较，我记得是中年，就是中年人会比较有。不过我这几年这样子看来，我觉得真的年龄层都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甚至会有一些小朋友的状况也有，那还有就是漂亮的年轻女孩子也很多，那就是代表这些目前现在状况的灵性磁场也已经越来越不稳定了。对，
那为什么我可以在第三代就不用接棒呢？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觉得很好奇吧。其实连我到现在自己也觉得都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也因为自己在外面看过太多例子了，就是外面真的太多了，而且我们东港真的是超多公庙的。对，那包含我自己从小就是在我自己家里也是这样子公庙体系长大，所以我看过，我每天几乎都在看啊。对啊，我就觉得天哪，这种真的是逃不了的，是不可能的。加上自己公庙体系这样子会更知道里面的状况，对，那这也都是逃不了这个命数的。那在2013年呢，6月16日这一天呢，师父上人第一次亲临了我们家的宫庙，我们家的宫庙叫做如意宫。那当天下来恭迎师父上人的是我们家的太子爷，对，那我们家的太子爷当时见到师父上人是非常的欢喜以及恭敬的，就是请师父上人上座到我们神明半桌前。对，请师父上上座这样子到前面。那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家神明是这样子的状态，在我从懂事到现在都没看过，这是第一次。那通常会来找我们宫庙的都是会要来问事的，就是要来请求神明来问事这样子。那哪有像师父上人来是送礼，然后还是每一位神明都有一份，那还有家里的人每个人也都一份的，那还帮家里的家神提升，还有人跟不同位置空间的诸众神也提升这样子，还有公在当中帮忙就是沟通化解。那师父上人当场还有唱诵圆和妙音，那我们家的太子爷呢也在当中祈请师父上人教他打功夫，对，那个都还有影片。对，好，那其实啊，师父上人在这个当中开示说法，那在这个当中呢，师父上人也已经在当下帮我跟不同维次空间的诸众神在沟通调解了。那这也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原来师父上人是当时是为了救我而到我们家的宫庙，对，到我们家宫庙亲临我们家的宫庙，可能是我要接第三代当乩童的时机已经到了。对，那其实我自己当时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我自己完全是不懂这个什么状况这样子，还在状况外。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早已经有那些迹象了，就是我要被抓鸡的迹象。那其实当时我这阵子就是细细又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的状况，真的那个时候的脾气啊，就像非常的差，像牛一样牛脾气。那我也常常就是看不惯东看不惯西的，那也非常没有耐心。那当时我的脸上的痘痘是真的长不停的，那我也看了好多中医去调养身体，可是完全没有变好，完全是还是一直长的。而且看到自己当时那个时候觉得很沮丧，就觉得很不想看到自己，对，每天都不快乐，那一直找不出这些原因，所以呢心情也不好。那接触了师父上人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这就是有那个迹象在了，那就是灵性上的问题，我当时是灵性上出了问题。那因为我是宫庙体系的，从小真的就是宫庙体系，我也不会去联想到什么灵性啊，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听过这个，然后我也没有听过什么不同维次空间什么这些名词，我是没有都不晓得的。那我当时也不是，我当时那样子的状况呢，也不是说自己没有去发觉，我自己是不晓得的，对不对？那我自己没有发觉，不知道就没有，他那一股能量呢，那时时早早时时的就是存在。对，好，那这就是原来这就是灵性上的问题。那他那一股能量时时活活的活生生的存在，那以前我也从来没有听过就是易感体质这四个字，易感体质。那原来接触了师父上人之后，我才知道我原来也是属于这个体质的。那师父上人跟我们开示说过，这种体质就是大好大坏，易感体质，那就看你遇到的是什么缘分。那师父上人第一次亲临我们家的宫庙呢，也有在当中开示，那我在这边也分享给各位师兄师姐。师父上人当时开示是说，众生本怀着有一种向善的愿力，无奈乎无始劫以来，我们生生世世不一定明白的时候，难免有造下一些业，会障碍到我们生命转化与成长，所以也蛮赞叹诸位的，能够在这一个娑婆世界也非常的耐心耐性，在做一种引导，
如此感怀，不知众生何以见得，但是只要能够成于中，即能行于外，生智而后天下智，生成而后天下成。期待我们自身的愿力能够更深智，而能够铸成一种依报随着正报转的美景。往后有劳众神尊们，期盼以后未来有缘可以再相会，能够去为这个世间成就无上道业。那这一段师父上人的开示是在2013年师父上人第一次亲临我们家公庙的时候的开示。那师父上人在当中帮我跟不同维次空间的诸众神调解沟通，原来我们家神也很向往我们能够朝着圣贤之道去深入。那师父上人开示说，把人做好才能把神做好，那这些都离不开基础的弟子规做起，那这样才能真正如意，透过如意之心才能回溯回来如来之性。那在这过后呢，因为师父上人的沟通调解，最大的改善就是我的妈妈，对，我妈妈她退嫁的状况就是可以变得很轻很顺，很轻很顺，而且现在目前的状况是，甚至神明下来到在我们的旁边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对，可以是变成这样子的状况。有别于以往，就是还没接触到师父上人的时候，我妈妈退嫁之后，可能还要我家里的人，还有我爸爸在后面把他给挡着，这样就生怕他倒下去这样子。好，那其实在我们这种领域的，我也有看过很多，就是像我们这种状况，我妈妈这种办事晚退降级这种状况，有的是整个就是机身还会倒地，倒地之后还会过一下子再醒过来这样，然后他会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就是还要再叫他一下，不然就是他好像会晕倒一下下吧，还有就是整个已经瘫软在地了这样子，我都有看过这些种种的迹象哦。对，那阿公呢也因为师父上人不用这么的辛苦一直被入嫁，阿公的体质呢，他是可以，我阿公的体质他是可以被很多尊神明入嫁的，就是这一尊来退了，这一尊又来，然后这一尊退了又这一尊来，我真的有一天看过他有被五尊，我在旁边就觉得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然后你就会看到我阿公退完之后他就很累，他就跟我说那也安内啊，他自己也会觉得那也安内这样子。对，那我就是真的从小就看着他们这样子长大的。好，那这种状况呢，真的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么容易的。好，那退嫁之后身体也会非常的疲累，那这都是因为阿公，这都是因为师父上人阿公才能有这么好转的迹象，不用一直这样被褥，一直这样被褥。那而且啊，师父上人在有一次清理我们家公庙的时候，那阿公呢在房间，那我就跑去找阿公，然后阿公呢就问我说，师父够在外面吗？我就说有啊，阿公师父够在外面啊，然后我阿公就说哦，我已经动不了啊，我就说阿公你是怎样这样子，他说他撑不住了，他就说后面在踏车呢，我就说阿公你后面怎么踏车，你在房间呢，他就说没啦，那很多神明要来就是入体，要给师父顶礼，就是每一尊众神都要来排队跟师父上人来顶礼，那时候是在阿公的房间，就是我们家的公庙这样子。好啊，那这都是我阿公自己跟我说的。对，然后他就一直在房间盯住这样子，我说阿公你快出来啦，你这样子不好，等一下发起来我们怎么办，抓你都抓不住这样子，他就真的招架不住，太多神明要来了这样子。好，那但这也由不得他这种状况。对，那我当时听到阿公这样说，后面要塞车了这样子，我也觉得太神奇了吧，后面要塞车。那我真的从小到大真的都没有看过我家里的神明是这样子的状态，真的都没有，那所以让我非常的惊讶，非常的讶异。那这一会结束之后，我也才知道说拜拜的神桌上啊有我的名字，有我的名字，那这个是一般凡夫肉眼看不到的，只有师父上人的佛眼才看得到。对，那上面有我的名字，那就是我曾经跟不同维次空间的诸众神签下的契约，那人家要来讨债了，我第三代接棒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样子。那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是师父上人在当中帮我调解沟通才能保下我，让我有空间跟时间继续学习，那用对的方式去还。
那就是我欠人家的，人家要来讨了。那什么叫做对的方式呢？重点就来了，如果没有遇见名师，是明白的明，不是名气的名哦。对，如果没有遇见名师，我们这种宫庙领域的真的是无解，完全是无解的。那只有遇到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导师，他才可以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哪里需要调整，哪里需要修正，进而对症下药去做改变这样子。好，那师父上人还会给我们在当中对的方向、理论跟方法，那这都是绝对是依照每个人下去调整的。那可是前提呢，也要我们愿意去配合师父上人。那当时呢，我的状况是等于师父上人先帮我还债了，对，先帮我还债。那师父上人在当中帮我跟不同维持空间的诸神众去谈了条件，对，谈了条件。那因为在这种要被抓鸡的领域当中呢，是百分之百都是一定会中的，就是一定要服从，不然它就会让你的生命，就是生活上、生命上也搞得非常多的问题。就像我刚刚分享我自己的妈妈那种状况，她躺在病床上，就不是病床，躺在我家也都很不舒服，每天都说她哪里怎么样这样子。那最后呢，她就会搞到让你非走这一条路不可，当鸡桶不可。那我看过的状况呢，我们这种领域的，我还有看过会搞到让你觉得人家会以为你是精神上有问题，对，然后甚至呢还会严重的就是变成忧郁症、恐慌症跟躁郁症这些很多的问题，而且看医生真的都不会好。那严重的就是会还有甚至家破人亡，这些都会有。那身体一直出现问题，半夜睡不着，这个都会有的。而且这个真的年龄层越来越低耶，还有半夜就莫名其妙就骑车出去怎么样就不见了。对，就不见了。好，那这些种种的完全真的是痛苦到不行，有这些状况的话，那有这种状况的话真的是完全没有快乐可言，对，完全没有。那这也让我想起了我国中的那个时期呢，我妈妈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家的旁边刚好有一个很大的妈祖庙公庙。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热闹会出巡拜拜，很多的神明啊扛轿子，就是很多人会扛轿子这样子。那我妈妈就站在我旁边，我们家就是在外面拜拜烧香这样子。好，那我就看到我妈妈怎么突然就是干呕，她就在然后我就转过去，我就想说我妈妈是怎么了，这样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这样子在那边呕，我这边想吐。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冲进去我家里面的厨房在那边吐。好，那我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我只觉得我妈妈可能吃坏肚子，可能肚子痛还是怎么样子的，当时也不会去联想到他就是要被抓鸡的现象，真的没有去联想到这些。那过了没有多久之后呢，这件事情过了没有多久之后，我妈妈真的就被抓走了，就被抓鸡这样子。那这也是跟着师父上学习后我才知道的，就是原来这已经有这些迹象一直都是存在的，都是有的，只可惜我妈妈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机缘，就是遇到师父上人这个法缘，所以呢他就这样接第二代上去了。所以呢缘真的很重要，师父上人跟我们开始说过，总在遇缘不同。好，那刚刚分享的2013年呢，师父上人清理我们家的宫庙，我看到我们家里的神明是那样子的恭敬又很欢喜的，就是恭迎师父上人的到来。那一个画面呢一直就是印在我的心中，我都没有忘记，真的，因为我没有看过那样子的状况，我家里的神明也非常的深刻那一刻。那我就在自己的心里默默想着，这一位师父肯定不是我原本想象的，因为我们家是公庙，我就会想说是出家众啊，就是穿袈裟剃光头，我说这一位师父肯定不是我原本想的那样子的师父，而且气质很好又长得很帅，我就自己这样子想，我说肯定大大的有来头，不是我想的这样子。那我就跟我自己想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那接着呢，我慢慢有机缘呢接触师父上人之后，我渐渐的发现我自己有好多好多的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超多的。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家里是从小就是道教，我们家就是宫庙体系嘛，就是拜拜的，那我们家也甚少听到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其实真的都没有听过。对，那当时我还误以为呢这四个字是人家家里是有丧事
才会念，才会有出现的。那个时候还觉得怕怕的这样子。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大错的特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原来啊，是要这些阿弥陀佛这个字，就是是要我们趁着我们人醒着，头脑是清楚的时候，赶快去念，而不是等到头脑昏沉了不省人事，或是念给断气走的人去听的，不是，是自己就是头脑要清楚的时候，赶快不断的植入这样子。那这也是让我接触了师父上人之后，我才慢慢去洗刷这些我从小累积这么多的不对，这些都是很棒的，可是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世界里面，这些是变成错的，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所以开始不断在洗刷洗刷这样子。好，原来啊，就是这一些的不对让我的生命状态这么的不好，对，那让我的命运这么的苦厄，那甚至要被抓鸡。那这些层层的错误呢，如果没有师父上人的话，没有一直接触师父上人学习的话，我自己绝对没有办法。而且我周遭的，就像我自己的亲人，我的爸爸妈妈，他也没有办法给我正确的。就连我以前读书，我读书过的那一些，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老师，他也没有办法给我正确的这一些理路，对。那没有办法给我这些正确之见，让我的生命变好。那所以呢，遇见名师真的很珍贵，因为师父上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而不是就是我知道的那一些原本的那些错的，就是那些错才会导致我的命运这么的坎坷嘛。好，那只有法身慧命，有这些智慧才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好，那自己如果能变好呢，也能去帮助到与自己有缘的人。那一开始接触听师父上人在法堂上面开示的佛理，我其实我自己当时真的有些都听不懂，几乎我都听不懂我自己的状况。我不像师兄师姐们的慧根那么的好，对。那不过呢，我当时觉得师父上人开示的境界好高好高，也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那有时候呢，我在法堂上面，我甚至会很想睡觉，然后有时候头也会很昏沉。然后更夸张的是，我有时候还会选择我不去法堂，我去逛百货公司。我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些是我当时的状况。后来接触师父上人之后，学习才知道，这都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当时的污垢太重了，那加上师父上人的能量太大，我不堪受，真的。那师父上人也有比喻过，这种现象就像在扫地一样，就像在扫地一样。那我们的灰尘太厚的话，对，我们都没有去清它的话，太厚的话，我们会不喜欢这些扬尘而继续扫，我们就因为有扬尘起来，你就不会理它了。那这样子的话，永远就没有干净的一天，永远那个污垢还是这么的卡得这么重。那我自己的过程整个就像这样子。那比喻呢，刚开始在接触的情况，我自己的状况非常不好。那我遇到种种的问题啊，我就会不舒服，我自己会想说，我不要再前进了，我会怕怕的，会怎么样，会有痛苦什么什么的，不想去突破，那永远是不可能会变好的。那而且会随着时间的会越来越严重，这是真的，我觉得那些问题真的越来越严重。那也会因为年纪大，然后身体机能也会不好，也会因为这种状况就层层叠叠的。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不学不修行就会变成这样子，到后面就会变这样子。好，那就会更提不起劲的想要好好的去学修，那这样就会很可惜。那虽然一开始我有机缘接触到自己有这种现象，我自己就接触这种现象自己的问题嘛，那之后呢，我在当中不断的去亲近师父上人，那还有机会就是有问题我也会请教师父上人。那神奇的是，这些不舒服的现象在逐渐当中，就越来越好了，而且我那一颗心也会比较安定，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子的不耐烦，然后心也会很浮躁。我自己有发觉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好，那我觉得这肯定是师父上人的照护，肯定是师父上人的照护。而且我当时呢也学着拜佛，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学着拜佛。那我每天早上给自己定课去拜佛，当时一开始要拜的时候，我跪下去起来，我整个是往后倒的，我头是这样转的，很快的往后就倒了这样子。那不过呢，我不去多想，师父上人就教我不要去多想，去做对的就对了。我就跟他晕了几次之后，奇怪，不晕了，而且是顺畅的，真的是顺畅，往后就不会了。好，那
记得呢，在2013年啊，就是我刚接触师父上人的时候，这一年这个时期，我本身自己就有很多的问题了。那当时我先生家中也不断的发生像八点档的那种剧情不断的上演。那比如说我公公的女朋友小阿姨，对，那因为她当时有一些私心，她想要把她的小女儿就是配对给我的先生这样子，可是后来没有成事。没有成事，那之后阿姨就是有点不喜欢我们两个，就不喜欢我跟我先生这样子。那当时呢，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快结婚了，那阿姨就想办法要把我们给赶出家门这样子。好，那其中有一个呢，是她花钱请了外面的道士，就画符要来对抗我们。那她拿回来的这些符啊。他每天都加在他打的那个果汁里面，每天都打在里面这样子，那就给我的先生跟我公公喝。重点来了，我先生都没有喝，我先生每天都送给我喝这样子。好，那讲到这里，我真的这就像是师父上人说的，亲人的缘分真的是很深厚的，关系上就是离不开讨债还债、报恩报怨这四个。那这回我肯定是遇到冤亲债主了，对，那个果汁呢，我当时也不知情的，我就喝了，对，我就喝了这样子。那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直到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呢，那个阿姨就主动跑来，就是跟我要我们两个的生辰八字，然后她就说要让我们，就是她要帮我们挑选一个好日子，要让我们结婚这样子。好，那我当下也没有多想，我就把生辰八字两个都给她了这样子。好，那后来呢，阿姨挑选的日子就拿回来给我们，那我就拿回去给我家人看，那我家人看一看就说，那不然问一下我们家的神明好了，看这个日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属于适合你们两个这样子。好，我也说 OK 这样子。后来呢，神明降机下来就算一算，就说这个阿姨选的日子全部都是你们对冲的日子，而且都是不好的日子，哎，这样子。那之后呢，他神明就说你要小心那阿姨最近拿来给你吃的东西哦，这样。然后我就好。之后呢，神奇的是那段时间阿姨真的每次都要拿东西来给我吃，那我阿公就说你不要吃，我吃不要紧，他就叫我不要吃，结果阿公就一直吞了这样。我说阿公嘿，不要吃，他说不要紧，没毒死啦，结果阿公真的就把它吃光光。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马上想到我先生给我喝的毒果汁，我真的马上想到那边。对，那这是其中之一。那我就想到那个果汁里面有黑色的残渣物，画符吗？符把它烧掉，残渣物在里面这样子。这下我很肯定我是中符了，被吓符了这样。那这是其中一个毒果汁的事件。那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就是结婚之后呢，家里的长辈就是给我生孩子的压力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的痛苦，而且我压力很大。那我几乎每天呢都跑回去我家里的宫庙，每天都在那边拜拜，求我家的神明说你赶快让我生个孩子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家里的人给我压力好大这样。那我当时呢还会因为这个问题呢就去跑医院看中医，还去身体检查，也花了很多钱。那医院也说啊，你们两个就没问题呀、啊。那搞得真的就快神经分裂了，真的那段时间长达有一两年的时间。好，那因为加上家里的长辈一直给我压力嘛，所以呢就求到有一天呢，我们家里的神明降机下来就说，你们可不可以请那个老鸡桶啊，不要再来求了嘛。那个老鸡桶就是我阿公，因为我阿公每天早晚敬茶拜拜，就在那边一直求我们家的神明说你今后人生干什么什么，每天都在讲这个，讲到神明自己降机下来说，你们可不可以跟旁边的德桃说，你可不可以请老鸡桶不要再每天在那边求这个了，拜托一下。他每天都在讲说赶快让他怀孕这样子。那家神说他们也很无奈，也尽力了。对，那发生这些事情呢的这些阶段是在2013年，那也刚好是我刚结婚，那也刚好是我接触了师父上人的这个时期。那我因为我先生才有机缘接触到师父上人的，那我谢谢这位请我喝毒果汁的冤亲债主。那要见到佛之前真的要先消消业。对，那我会分享这些是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师父上人的引导，我真的没有办法走出来，我真的走不出来这些种种问题的产生。
那一下真的全部都来，有人跟人的问题的关系，有人跟不同维次空间的问题，那也有灵性上的，有家庭上的，也有婚姻上，有家业上，有我的事业上，等于我真的全部都是问题。好，那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那这些问题呢，我在当中也请教了师父上人。那师父上人教我，我就请教师父上人说，师父，那个阿姨啊，就是把我的生辰八字都拿去了，我会不会怎样啊？因为我当时会怕那个阿姨又把我拿去做法。然后我就请教师父上人，师父上人在当中就跟我开始说，你呀、啊，如果师父上人就说教我在我自己的道业上精进，就说你不去埋怨，你自己把你自己成长起来，那这些自自然然也会就没有了。那你如果一直在想着这些问题呢，那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人未能无念，故为阴阳所缚。那只有道业去成长，才能真正的去依报，随着正报转。那当时我真的有听，可是我没有懂，我完全没有。有听没有完全懂师父上人的开示，那可是我相信师父上人跟我开示的这一些法说过的话，我都有一直把它放在我的心上。那只要有机缘呢，我也会不断去亲近师父上人，去请教师父上人。那我知道我自己在法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呢，我当时呢也请了一套明觉讲记回家看，明觉讲记，师父上人的明觉讲记1到6册，我就请回家。那我每天就反复看，每天反复看，因为我很爱看书，以前不爱，遇到师父才爱的。对，那我就每天看。那我当时呢还有看师父上人的法堂。法堂每天也都是这样子看的，还有不断看博雅老师的《了凡四训》课，还有《于静一公寓造神记》。我当时刚接触的时候是这样子，每天就是给自己这样定课。然后神奇的是呢，之后啊，我再去上师父上人的法堂啊，哎，奇怪哎，师父上人开示的我比较懂了哎，我一开始是真的我都听不懂，可是后来我慢慢听得懂了，我真的慢慢听得懂，原来这就是师父上人所说的，就是要不断的去熏修，不断的去接触，不断的去植入这些对的。对，然后才能产生我们的质变这样子，那要不断的去保持，不断保持。那我所发生的这些问题的种种，如果也因为师父上人，也接触了师父上人之后才知道说，我每次遇到这些人事物，这些境界来的时候，都是跟我自己自身有关的。对，那无缘不来，不管是好的缘分还是不好的缘分，都应该要去接受它。那如果是坏的话，就要赶快去消业，不要在这个当中又继续结怨，继续造业，这样子会真的会没完没了。那在这一辈子好好用所学的方式去做，那去完善这些缘分，不要在当中又造新业。那说真的，如果我没有跟着师父上学习的话，我不可能绝对会用对的方式去做的，因为我完全不明白怎么去对待，怎么可能还会去做对的。对，那我一定会抱怨，我一定会很抱怨，我现在一杯永毒果汁我要戒啊，我一定会去抱怨，而且我会不快乐，我每天一定会在那边说怎么这样，我怎么那么衰，什么什么这样子。那这样子只会不断的重复这些痛苦，只会不断让这些问题越来越大，是不会改变的。那所以当时呢，如果没有师父上人的话，我一定会很纠结很难过，那这些问题呢一定还会一直抱怨，我一定还会一直往外延伸，都是别人的错，我自己都没有错，我一定肯定是痛苦到不行。那就这样子，直到2016年11月，有机缘跟随师父上人到大陆的九华山，那海外弘法学修行。那我回来之后有机缘担任听打，就是听打师父上人开示的法理。那我自己是开服饰店的，所以我的时间非常的弹性。那每一天呢，我都会固定呢，就是在我的店里听打，就是听打这些师父上人开示的法。那有时候我一整天就是打了一整个，就是我都把它关在自己的店里这样子。那这样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现我对师父上人的法又更近了一层，对，好像又更明白了一些这样子。那这就是师父上人说的，不断去熏修就对了，不断去做。那师父上人也很慈悲，给我很多的机缘接触与学习。那我当时只要有机会可以接触学习，可以见到师父上人，我都会把我的铁门拉下来，然后客人来我就说，你可以明天再来买衣服吗？我想要去学法这样子。对，当时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每天几乎都有机缘就去见师父上人这样。那我也会跟客人说，你明天再来好了啦，这样子心里就想到，哦，我
如果可以见到师父了，好开心。好，那就一直这样子到了我2017年拜师。那拜师的前夕呢，我出了一场大车祸。对，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救护车。那奇怪的是，那一条路我每天骑，我骑了好几年了，骑，就那一天就出车祸了，就刚好对撞，前面刚好一台摩托车就嘣就对撞了这样子。那还好当时我的脚没有断，可是我拄着我阿嬷的拐子整整一个月，我每天上下楼梯都是用着屁股在那边撸来撸去的，脚没有力这样子。那我当天拜师的时候呢，我的脚还是有点掰卡这样子。那这也就是我没有福报，那也没有也加上有跟不同维持空间的障碍。那因为我要入世了，我要拜入师父上人的法脉下学习了，所以他们看不惯，凭什么你就可以入世，对不对？那就是说他们都还没讨到债，我也没有付出什么，凭什么你就可以这样得了大便宜这样子。好，那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教训。这就像是我们人比喻的，就像人世间我们互相欠债，人跟人之间，那债主要来讨债了，然后就看你每天在那边吃香喝辣的，还开宾士车，那一些债你都没还这样子。好，那肯定心生不满，一定会想要报复讨回来，那就来找你的麻烦，不让你好过。所以呢，当时这也是师父上人的照护，那也是因为师父上人，我的脚才真的没有断，而且真的才伤得那么轻，不然以我那一天这样撞下去蹦那么大一个，而且还雷那么长，我肯定这一撞生命就没了。好，那入世之后呢，接下来是2017年的七月。那我七月这当中呢，家中供奉的主神陈奶娘娘还有降机下来说，要我们择日慎重的把师父上人画的七佛佛卡安坐在我们主神的宫中主神座位的最上方。对，那这七佛佛卡是复制画哦，还不是师父上人的真迹。那会有这一段也是有一个前缘的，就是一开始会有七佛佛卡，是因为2013年的时候有因缘有机缘祈请到师父上人来我们的宫庙嘛，对不对？那我阿公看到师父上人又非常的欢喜这样子，就觉得师父上人感受到师父上人的殊胜的能量，所以阿公那段时间呢，他都会跟我们说，很欢喜的跟我们说阿弥陀佛。那我有机缘呢，就是也跟师父上人跟波雅老师提及到阿公的当时的转变，那波雅老师就跟我说，那你就要给阿公种佛种子啊，看能不能让阿公每天看有阿弥陀佛的像嘛，对不对？这样子。那之后呢，我就请了七佛佛卡回家，当时我就请了一组七佛佛卡回家。那我就阿公看到那个佛卡，当下他就跟我说，这是天外天的哦，这不能乱放这样子，阿公就这样跟我讲。那我随后就请我爸爸帮我裱框，对，帮我裱框。那跟家人讨论之后，就家里的长辈也讨论之后，那我们讨论之后就把七佛佛卡安坐在我们宫中的右面侧面墙上。对，那我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们人很不如法，也很没有礼貌，所以呢，后来家中的主神陈奶娘娘又降机下来说，把七佛佛卡安坐在宫中的侧面墙上，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对，才有刚刚跟师兄师姐分享的，必须择日要慎重的安坐才对。好，才有这一段。那接着呢，我们家中的陈奶娘娘她又跟我们说，与七佛尊是3000年修来的缘，那七佛尊像是一道曙光洒进如意宫中，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若不好好把握这时机因缘点，错过不在。那原来家神也很想学习，陈奶娘娘说这道光下来了，不要让他错过，因为师父上人不在天上。对，四禅师有跟我们说过，要找师父上人还要透过人，对，那必须要转一大圈，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可是因为神尊在这边，那他们也很渴望想提升学习成长，可是却碰不到。那陈奶娘娘呢，还有在当中跟我们说，弘盛师父上人是阿弥陀佛转世要来度化我们众生的，是上上天的上上人，要来度化众生的阿弥陀佛，要修这里人的心，修心中有觉有耐心，凡音降落莲花台，心清净凡事自然开，妙音降临脑清净，机身灵动身自在。最后陈奶娘娘又降了一首偈，那叫我们要写下来，那把它
表框呢放在我们的宫中的墙上，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做。那这首偈的内容是二一世纪人性乱，佛陀再来人说法，七佛安坐如意宫，神人提升是圆满。那家神也非常渴望学习师父上人的教法。那若是人没有察觉到自己也必须成长的话，人神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师父上人的神明。那随后呢，我们家中的太子爷又降级下来跟我们说，重点在第二句，第二句佛陀再来人说法，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他特别还下来哦，对，他就说你抓重点啊，意思就是说叫我们人不要傲慢，人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子，对，而且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哪有人这样子帮我们提升，又包红包给我们，还带礼物，就每个神明都有，还有家里大大小小都有，哪有这种事情的，还一直跟我们说法，所以连我家里的神明都很感动。所以都是我们人在分别在着相。那其实早在2013年的时候，师父上人第一次亲临我们家宫庙的时候，师父上人在当中有开示一段话，我记到现在。师父上人在当中有开示一段话，就说总是人的世界比较刚强难化，这句话我真的一直存在我的心里。对，那果真真的都是印证师父上当时所说的，果真都是人，都是人在分别的。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省思到这件事情，七佛佛卡也整件事情让我省思到我自己对七佛佛卡的价值定义是这么的不尊敬与轻忽。对，那真的很不应该。那在2017年呢，入世之后也算是有一段，真的是这一段是算是我学法的一个转捩点，让我有再一次的再更醒过来的一个机缘。那因为我家里是宫庙，所以我们家里每一年都会固定要去两个地方进香，一个是宜兰，一个是高雄。好，那有时候还会多跑很多的宫庙，有时候甚至出去一整天都在跑这样子。那宜兰跟高雄这两个定点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要每年都要请着家里的神明，大大小小尊这样子，然后家里的大人小孩一定都要到，每一年都要到，除非是像说现在疫情的关系才暂停，不然都一定是例行性的。好啊，那就是要回去帮忙敲锣打鼓，然后还要拿花拿饼干啊什么，全部都是要帮忙这样子。好，那还要随时去顾那个到庙里会被降级的家人，就是对，我们都要顾着他，因为他们只要一被降级，他们就什么东西都丢给你这样，然后他回神过来，他会去跟你要说我的东西嘞这样子，所以我们都会分配有人要去顾他这样子。那而且我妈妈他们的兄弟姐妹有五个，五个的体质都是很容易就是被不同维持攻坚给干扰的，而且真的都是由不得他。你现在在跟他讲话还好，他等一下我阿姑你想诺吓我一跳，马上就起来了这样子，就觉得你都要去把他给看好这样子。好，那他们五个体质真的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爸爸才说那有人那几家伙要聊聊，我就说爸你别在说啦。对，然后所以呢他们一到大庙就会这样子变了一个人。好，那我从小到大呢也就是跟着这样去进香，每次都这样去。那不要忘了，我是因为师父上人的救赎照护才得以被保住的。那当时的状况呢也极度的非常不好，对，那是全是因为师父上人的化解，我才有这个空间跟学习的时间可以继续在法上学修。好，那更不会被抓鸡的，全是因为师父上人。可是我在入世之后呢，有一年我还是跟着家里的大大小小跟神明去进香了这样子。而且当时呢还是有台北法堂的哦，当时还是有。那我当时已经是入世弟子了，可是呢我去选择去进香而不去法堂，我当时是这样的状况。那一次我跟去的时候，我整个人状况就非常的不 OK， 很不舒服，我一直很想吐。我能想到我妈妈那个时候为什么干呕跑进去厨房里面了。对，那我一进到庙里我就想离开，就不想在那里。那最后呢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跑到一个人，我就不管他们了，我就跑到游览车上面，很远哦，我用跑的，然后就跑上去，我就关在游览车上面，我就不下去，然后我就等着他们全部都上来这样子。好，那一次我真的吓到都不敢下车那一次。那这也就是我自己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因为当时是师父上人把我担保下来的，我现在如果没有定见又跟着跑回去
这样子跑庙的话，那就是沾染啊，又这样，就像是人家讲的不叫，对不对？自己又跑回去主动要去找人家的意思，师父上把我救出来了，我要自己又跑回去，这样子这种感觉。那重点是当时还有台北法堂，我却选择不去。那这就是我自己对学法的认知的那个价值定义没有明确，而且真的很不对。身为入室弟子，这样是相当的不如法的。那不同维次空间的灵界众生，就像是师父上人跟我说的那样子，是非常复杂的，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那我这次的状况就是，人家已经就像是人家已经等你等很久了，那你现在自己送上了门来，没有给你抓起来，真的太可惜了。这样，那等于是我自己送上门，那师父上还出手把我救回来。那人家也会说，那是他自己来的啊，是不是？是我自己跑去的。那真的对师父上真的很不应该，很不对，所以才说我犯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那同时也是在耗损师父上人的能量。那师父上也开始说过，如果是易感体质的，就要去善护自己，多去善护自己，选择去接触正能量的地方，不去接触负能量的地方。这个缘很重要，这个缘就代表机会条件。好，那而且我没有办法去分辨我去的地方或是我去跑的庙是正的还是负的啊，对不对？还是不好的，也不能保证每一间庙都是正神。对，那加上我当时的状况又很糟糕，又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应该是要抓紧时间在法上学习的，法上学习精进才对，所以更不能往那个地方去跑。也因为当时发生这件事情，师父当时有请博雅老师来提点我，我自己的内心也非常的难过跟痛苦，也感谢师父上人的救度，当时的救度。我心里想着，如果还有机缘见到师父上人，我一定要好好跟师父上人道歉。那自己也在默默心里自己跟自己说，我绝对不会再有，不要再有第二次了，真的太痛苦了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发生不久过后呢，就是有机缘要跟随师父上人到峨眉山的海外弘法学修之旅。那出发前的第一天，在小港机场等待上飞机的同时，我就走到师父上人的身旁，我就跪着跟师父上人道歉，因为我真的很难过。那我当时的眼泪真的是一直流的，流到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会流成这样子，很难过。我内心很懊悔，真的当时为什么自己当初要这样子做，那也哭到不行。那师父上人当时非常的慈悲，也没有责备我。那最后呢，到最后一天峨眉山海外学修行结束的时候，我们入室弟子就是约一起，就是要去见师父上人，就是我们这几天学修之旅要交流我们的学，分享我们的学修的心得这样子。那当时呢，也因为师父上人的一句话，那我整个被大大的敲了起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感觉。师父上人当时跟我说，我去了一趟静香回来，整个都掉到地下室了。人家是掉到地下室而已，我是在更下去的那一层。我当时还有那个感觉，我真的是掉到下面那里去了。师父上人说，这种状态要再重来，要再花很多力气跟时间的，而且同时也是在耗损，可能也是回不来的。对，那所以是非常的严重。那地下室，比喻地下室那个状况，就是我当时的那个状况是非常极度的不 OK， 那个状况是非常极差的，那也不见得能回得去原来当初的那个样子。好，那就如同师父上所说的，要变好很难，你要变坏很快。那我当下听到这样子，整个人我都快瘫软了，真的。那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更不能让师父上人一直这样耗损能量在帮我。对，那我却是这样子的回报对待。那一天过后，我就跟自己说，我不要再犯这样子的错，我自己都跟自己讲，我绝对不要了，因为痛苦死了，真的。那因为家里真的是每一年都要回去进香的，这就是例行性的事情，那不可能不去。那就是因为这是例行性的事情呢，我每一年都会遇到，我每一年都会遇到这样子。那在那一次之后呢，我到现在就没有再跟随家人去进香了。对，那在当中呢，我也让家里的长辈有一些很不谅解的，家里的长辈会觉得啊，你现在怎么不去了，怎么怎么样子的。那有一次的机缘呢，也有一次的机缘，因为是教师节，那我当时呢是请了我们家的太子爷跟我家里的人，就是要录一段影片，对，要跟师父上人祝贺师父上人教师节快乐，想要感谢师父上人的教导这样子。好，那后来太子爷呢很开心的也就答应我了，就说好啊好，我们一起来拍啊，这样子来录影片这样。结果呢，太子爷降机下来，然后他也说好啊，要拍了啊这样子，然后就请了就是当场有一些长辈
长辈就是说，哎，我们一起来拍啊，快点啊，要入境啊，这样子啊，你们怎么都在外面这样子？那些长辈呢，就跑到外面去，任由太子爷一直在那边呼叫他们，他们都不进来，都不要进来。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样？那就只有几个我们一起拍，我爸爸、我妈妈、我阿公跟我，还有我先生跟我一个小侄女，就这样，还有太子爷这样。好啊，那太子爷就说没关系，他们如果不拍，我们就自己拍。好，那就拍完了。那我们几个拍完才短短几分钟，我就感觉到太子爷当下有一点难过，又有一点生气的，就把他手上的香就丢着，他就放着，然后随后就把他的肚兜给脱了下，就摔了，就放着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就说，只是随口，他就随口说，只是拍个短片而已，你们也不要。为什么你们也不要？叫都叫不来，洪圣师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在教我们啊！你们给你们的老师说教师节快乐也不要，怎么这样子嘞？这样子，那太子爷随后又转头跟我说：“我对立就拍谁？”他就这样子跟我讲。后来他讲完这句话就退驾了，就走了。那退驾之后呢，我爸爸就跑去骂了那几位就是不进来的长辈，就是说，你们怎么会这么没礼貌啊？人家太子爷都在请你们进来一起拍了，你们也不拍，你们都不要来好了啦，改天都不要来这里啦。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家里的长辈就起了口角，就吵了起来。那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跪下来在那个神桌前，我就磕头，我就说，那对不起，你们不要吵了，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你们不要再吵了，这样子。我舅舅就把我拉起来，那我当下就会很难过，觉得说怎么会变成这样。那我当下还跟我爸爸妈妈说，家里的长辈怎么这样？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大家一起来基辅，一起来跟师父上人进驻师父上人教师节快乐，有什么不对？师父上人对我们这么好，我就很难过，跟家里的长辈这样子讲。对，那之后呢，又有机会就讲到进香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当时都在。好啊，那我就说，不是我不去，是我现阶段的问题，我的状况不好。我不能跟随你们这样子跑，我的状况很不稳定，我随时会被抓走。对，那我现阶段就是要跟着师父好好学习，等我有能力了，我再回来帮你们。我当时是这样跟我家里的人讲的。好，那我当时就真的捶胸顿足的，我长那么大也没有自己那么生气那么难过过，我就砰砰砰很大力，我爸爸就站起来说你是怎么啊？我就说爸，你让我把话讲了，你不让我讲了就艰苦，我就捶胸顿足就说，我就跟我家人说，我会跟师父好好学，你们不要担心我，好不好？我就这样跟他们两个长辈这样子讲。那讲到最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如果你也要再一直要求我去进香吼，我就退出如意宫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掉眼泪说，你怎么会退出这里？我就说我没有要退出这里，我不是要离开，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去热闹，我不跟随，我可以在家里顾家，我可以帮你们放鞭炮，我可以帮你们干嘛，我可以当很多小妹做事情我都没关系，可是我现阶段我就是不能跟着出去这样子。我妈妈后来才了解。好，那我就说，如果我没有跟你们讲清楚的话，你们会误解，你们会不了解我为什么会变这样，是有原因的。我就说，只有学法才可以让我们的家族变好，只有法才可以救我们大家，真的。而且当时那个情况，每次我看到我家里的大人被降级的时候， 我自己在旁边，我都会，我没有想哭，可是我就眼泪就掉下来。我就说怎么会这样？而且我真的是从小看到大的，而且我还要帮忙压那个椅子，因为他们有时候来会很蹦蹦蹦，我就在那边蹦蹦蹦这样子，然后还要帮忙压。现在都不会了，我们现在都不用去压了，马上就来了。这也是因为师父上的化解，不然我们真的都还在做这些事情。好，那我就跟家人说，一定要相信法才可以救我们。更何况我就跟我妈妈讲，更何况你也不要我跟你一样啊。我就这样跟他说，那我当时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我也没有在跟家人搞分化，我也没有要跟家人去闹脾气，搞得不好。我只知道我自己要有定见，我要做决定，我就是要让家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对，我要跟随师父上的学法，我要确立的价值目标，我不要只是嘴巴讲一讲的，我要做给你们看，我要变好，因为那个真的太痛苦了。那我不能再有这些不明确的态度了，这样都不明确嘛。那我也跟家里的神明拜拜，说我为什么不跟随去，这也是一个尊重。我也跟家里的神明说这些状况，我就说谢谢你们，那我也会跟着洪圣师父上人好好学习。那遇到这些的障难跟困难呢，还有家里的这些种种的状况，我知道这些都是在我
在学法的路上，就是我想要真的想要前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都会来了，真的都会来了。那就像我拜师也是一样，2017年我也是出了一个大车祸，对，那这都是在考验我，这都是在考验我对法有没有去确立。那这件影片事件过后呢，神奇的是，我家里的人从此就不会再要求我要去进香了，耶、yeah, ，很开心。对，然后反而还更认同，就我去学法，对，家人还更认同这样子。那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就变得不好，也没有哦，我们都还是一样这样子。那反而让我对师父上人的法更有信愿。那我刚刚分享峨眉山学修之旅呢，有一段呢。这一段学修之旅又开启了我对学法的另外一个旅程。那这一趟学修之旅，我相信有去参加的同参师兄师姐都知道是有多么的精彩跟不可思议。好，那这都是因为有师父上人的照护，让我更去相信坚定要好好的学法。那这趟学修之旅呢，我是哭着出去的，可是我是开心的回来。可是虽然在当中我有惊吓，我还是有带着惊吓的，不过我相信这都是诸佛菩萨最好的安排。对，那这趟学修之旅呢，还有发生很多与当地不同维次空间众生的一些问题嘛，因为当地有同参跟九寨沟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也有发生一些的事情纠葛，那所以发生了意外。那当下也是因为师父上人的救度才沟通协调，才得以保住这一位同参，对，才平安的度过这些问题种种这样子。那我到现在想到这些那一些的状况，到现在想到我能回来到台湾还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因为这趟学修之旅结束之后，我回到台湾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家太子爷就降级下来，就说你们这一趟学修之旅齁，如果没有洪圣师，你们一台游览车的人都回不来了啦，他就这样跟我讲。对，他自己就下来这样跟我们讲了，就跟我们讲这样子。然后太子爷就说，你们不知道哦，人家知道你们要去来布下天罗地网勒，对啊，还准备要抓人了。不过啊，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很厉害，结果没想到来的这位才是真的厉害。太子爷当时就这样子，他当时太子爷说，这位才是真正厉害，就是师父，就是我们的师父上人。他自己还在那边比这样子，对。然后他带太子爷讲完之后，他在最后又再一次的提点我，就跟我说，你要跟洪圣师好好学。他有很多法哦，这样子，他有跟我这样子讲，对，我为什么讲那么小声，应该要大声一点。洪圣师师父上人有很多法要好好跟随。那太子爷又说，21世纪了，现在21世纪了，哎，你们大家如果再不赶紧这样，他当时是这样手势，就是双手合十这样，他说如果你们再不好好这样哦，真的后悔莫及了啦。结果我在旁边听完，我眼泪又马上掉下来这样子。我知道太子爷要跟我讲的是什么，他要我去珍惜，要我去赶紧去抓住师父上的法，要去做，要去学习才能改变，不然真的会后悔莫及。好，那这一趟的九寨沟的学修之旅呢，也让我更加的感受到不同维次空间存在，不同维次空间众生的存在，以及呢师父上人不为自己的那个心念，心心念念真的都是为着众生的。那到现在呢，我依然相信这些事情的发生呢，真的都是诸佛菩萨无尽慈悲的示现与安排，因为刚好我都有机缘跟上，刚好我都有看到，那这都是跟灵界有关系的，这都是要让我在法上更加的去精进，更加的有信愿。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2018年的8月，有机缘呢，再次祈请了师父上人亲临了我们的宫庙。这一天是父亲节，8月8号。那忙碌的师父上人却放下手边的事物，应允了我们的祈请。那当天呢，是主神陈乃娘娘降机下来，很欢喜的恭迎师父上人的到来。那陈乃娘娘很感谢师父上人的教导，同时师父上人在当中呢，也赐免就赐下一句法偈给我们。那师父上人开示的法句是三人同心其力断金，那开示说我们大家就是一种对苍生的感念，也期许我们在每一个自我的本位立场上立足，在一切自古圣以来圣贤的地基，慢慢去茁壮我们未来一应众生的一切因缘，让这些众生能够顺着我们努力次修自省的一种心愿当中，而能够随顺顺着我们这一股流往上提升，也需要你们多费心慢慢调化，明知道我们这一些难化的众生，希望多一点耐性，耐心
总是可怜悯者。在这个阎浮提当中，没有一股愿力，没有一种愿力的话，真的是很容易被消逆掉的。希望大家努力，共成十方事，大家都要齐力断金，同一心。随后我们的陈奶娘娘就当场的顶礼跪拜师父上人。那师父上人在当中祈勉陈奶娘娘以及我的母亲以及我们能够同心同愿，能够团结一心在法上精进，这样子才能神与人又同时的提升又圆满。那而后随后我也向师父上人顶礼，很感谢师父上人的帮忙，师父上人开示我，勉励我多加努力，自求圣贤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自行化他的真理里面，自觉觉他，只要有这一个信心去成就无上道，我们心心念念的家人本来就会等量提升，不去做太多无谓的担忧。而后师父上人也跟我说，可以选一本与自己相应的善书去学习，有机会深入也可以学习学讲，如果我有意愿的话再说。那这一会对我来说真的好重要，我到现在都心脏都还跳很快，那个画面，当时那个画面我都依然是存在的。那也即将开启了我学法的另外一个阶段。那刚刚那一会呢，也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我家里的神明跟人下跪顶礼的。那谢谢家神陈奶娘娘的示现，让我对师父上人的法更加的有信愿。之后我选了《太上感应篇》深入学讲。那其实我还没来到一觉缘这个正法大家庭之前，我连《弟子规》这些圣贤的理路我都是非常陌生的，我也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听过的。这一切的一切，一路上真的都是师父上人的铺陈跟引导，我才能慢慢的走到佛法里面。那我在进入学讲《太上感应篇》的这段期间呢，从一开始师父上人教我的方法去做，一个字一个字去念，去查注解，再到每一段的课文去查注解、读熟以及它的字义。那我以前在学校我读书成绩也不好，我不爱读书，不过这个过程呢，我在备课学讲这个过程让我感受到，哎，有别于以往我在以前学校读书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不爱读书嘛，那这个时间呢，我也花了好久我才把《太上感应篇》给背了起来。对，那我全部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我就起来抄课文，我就一直抄一直抄，这样一直念一直念，那慢慢的才去熟读。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去请益师父上人，那一段我就跟师父上人请教说，要怎么去做到，要怎么样去才能更好，那需要哪里调整或是改正的方方面面。那这些备课呢，这些备课的过程真的对我来讲，就像刚刚我分享的，有别于我以前在学校读书的那种感觉跟感受。以前读书啊，只要是背熟就好了，就因应考试，考试完之后呢，我全部忘光光，老师在抽背我完全没有，我忘记了，就完全不会去这样子的感觉。哎，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呢，重点也用不上，我真的有发现这一点，而且跟生活是切分开来的哦。对，那在备课的当中呢，师父上人教我查字义，然后读熟，重点要训练做到。师父上人说，你不只会念而已啊，你要去自己训练做到，训练做到才会有那个力道。对，而且站讲台不是讲给别人听，是你在训练，不断的每一次都在讲给自己听。对，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也浪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自己浪费了两年的时间，自己又在那边障碍自己了，我可以吗？我不敢站讲台，我会怕，欸，我怎么样，我自己在想的一大堆的我真的就是这一些恐怖的自己的蔓延不断。好啊，那直到了2019年12月26日这一天晚上，手机传来波雅老师 LINE 的讯息，内容是，阿琴，师父关心你太上感应篇准备的如何。我看到这个讯息，我就跟波老师回说，波老师抱歉，我就跟师父跟波老师说，请帮我转达给师父上。我内容就说，抱歉，学生不应该让师父还主动来关心我这种事情，我觉得很不应该，在学法上却是被动的，还要师父上主动来关心我。那身为学生有问题，却迟迟没有去请教。那要学的是我，不应该让师父上人这样子的。那我接到这个讯息之后呢，我头晕了一整天，
真的头晕了一整天。这时候又想起师父上说过的，易感体质真的是大好大坏，头上都有天线了，不能做坏事。对，好，那所以有时候真的自己想的太多就是一个障碍。我现在真的回想起来，我好后悔浪费那两年的时间哦，那两年都在想这些有的没的这样子。好啊，那也被自己的恶习气给打败，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太久，尤其是在师父上人的法里面的话，如果自己给自己障碍太久的话，那些时间就一直在走一直在走，很可怕的。真的，你想要有时候你想要的时候可能生命就没了，我刚想要怎么样的时候可能就怎么了，对，很快的。那所以这些机会真的错过就没有了，尤其真的在法，所以要不断的接触与师父上人的引导。好，那接下来的2020年9月，我正式站上讲台学讲台上感应篇。那在这之前呢，一个一个的考验却又迎面而来了。我的外婆呢，在2020年的时候啊，因为长了痔疮，那他去了医院动小手术，医院当时开的药呢是含有那个凝血剂的成分。那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都是阿公在照顾外婆，阿公就是三餐照顾外婆这样子，然后阿公年纪也很大，然后眼睛也不好，这样不识字，那就把那个药呢给双倍给了阿妈吃，就每天喂阿妈三餐吃药吃药这样子。我跟他讲阿公不要吃药，他也不听，这样子就是还要给阿妈吃，你的公婆嫁没喝，公嫁了嫁是没喝，然后他也不理我这样子。好啊，这又让我想到，就像师父上讲的，冤亲债主又来了。那外婆也因为这样子吃了这些药，导致她伤到胃跟心脏就不舒服，而且她年纪也很大，80岁了。之后呢，外婆去了大医院。那在这要去大医院之前呢，家里的长辈啊，就是有问外婆啊，你要去开刀吗？这样子，当时外婆还在小医院嘛，然后嘴巴就是也没有办法开口讲话，也虚虚的，也没办法开口说话这样子。可是当时外婆是还有力气说摇头不要的，外婆是不想去医院开刀的这样子。最后我家里的长辈呢，就是我外婆生的五个小孩，就是我刚刚讲的五个就会很容易被入嫁的五个兄弟姐妹，他们就讨论之后呢，就说决定了，就把外婆给送去大医院开大刀。对，这样就去了。好啊，那阿嬷进去之后呢，一开始是进行大手术，一开始是进行心脏装支架，装支架搞到最后，医院就打来就说不行啦，现在要洗肾的，因为他的尿排不出来会走掉什么的。最后又隔了一天又打来说不行不行，你妈妈要装心脏叶克膜了。这样子，我们想怎么会搞到心脏叶克膜这种东西？这样前后的开刀的前前后后，外婆呢，她扎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她就走了。因为在医院里面，医院什么都给你来，真的什么都给你来，最后没有救了呢，就打通电话说你可以来办理手续了，可以送回去了。对，那一开始外婆要进医院的时候，她意识是非常清楚的，我都还有去看外婆，对，我都还有去看她。那回来的时候不到两个礼拜，她是却是一具冰冷的遗体，非常冰冷，已经走了啊，冰冷的遗体。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这一段呢？因为当时呢，外婆要进大医院的时候，我有去跟我的长辈，我的妈妈他们制止，我说进大医院只会把外婆的病搞得更严重，而且不会好，可能去了就不会回来了。那你们也要尊重外婆当时跟你们摇头说不想进去大医院，那我也不建议送医院。我跟家里的长辈是这样子说，我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再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不要这样子做。那后来呢，因为我是家里家族里面我是辈分最小的，我家族很多人，有30-40个人，那我还有很多的长辈在上面，所以也由不得我去插嘴，他们也不会去采纳我的意见。那上面很多长辈，大家之后呢就决定了，就把外婆送去大医院给治疗了。那外婆在医院的这3天2头，他们都没有去看她，都是我跟我哥哥还有我先生去的。那我当时到医院看到我外婆，她80几岁的老人家了，她从她的头以下到心脏到后面，全部都是被仪器插满了整身，还有叶克膜的砰砰，你就一直听到叶克膜在心脏那边动，然后她也不能讲话这样子。我看到她，我说她一定很难受，她一定的。那个画面我看了，我也是很难过。那我就觉得我家里的长辈怎么会这么的自私啊？为什么你要那么自私去帮自己的妈妈做这种决定？那我说真的，我当时也不能怎么样，我很无奈。
那我有机缘呢，也跟师父上人说起了阿嬷这件事情，外婆的事情。那我当时是很难过的，哭着跟师父上人说，我跟师父上人说，为什么要做对的事情会这么的难？为什么要讲对的事情也这么的难？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外婆的走，其实让我的打击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慈悲的师父上人也在当中也一直勉励着我，对，那也录了一段语音给我，我可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师父上人开始跟我说，你们家人都不愿意，那你就要对你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抉择，你就愿不愿意？我当然讲这个你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怎么会不愿意呢？那意愿就是有没有发愤图强去落实，而不是嘴巴在那边讲意愿，有计划先按部就班，一个法一个法的目标去达成，然后回向，会真的有意义。很多古师大德双亲也都走得不好，可是为什么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修行到哪里，他的双亲就在另外一个境界提升到哪里？那个就是他每发的一个愿的功德力。比方说什么功德力？有发愿讲经的，有发愿去做多少善事的，有发愿盖什么庙等等的，还有发愿印经，都把那个功德回向给那个亲人。他在那个境界就一直在提升，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一定要往这边去努力，节哀于精进于法上。随后波雅老师也跟我说，师父上人一开始说，我们这个人走不走，这个肉体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个灵魂，灵魂它是不灭的，要赶紧修持，让这个灵身灵性去提升才是最重要的。加油，小琴。那外婆的走也因为有师父上人的引导，我才能在很悲伤的当中又很快的坚强起来。师父上人要我精进在法上，把悲伤化为力量，那这样子外婆的走才有意义。一直去难过，一直去悲伤，这都是没有用的。那我当时接到师父上人的这段话，我真的很感动。那师父上人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很珍惜，因为没有这些法，我真的没有办法走到现在，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太多苦了。那我阿嬷那个时候走家里的灵堂拜拜的时候，我都跟阿嬷说，阿嬷是我对不起你，我会跟洪圣师好好学习，那你自己也要念佛。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考验是不同维次的障碍，又一直再度的指导我的痛处。那我要进入学讲前的这种要被抓走的那种感觉又是更加的强烈了，又更加的，那真的就是在我每次想要往前进的时候，那种不同维次空间的感觉又再度来了，层层的考验又再出现，就好像说要来考考你，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那我自己都会形容，我都跟师父上人说，那一段真的是我最浓厚的，真的什么都来了，真的什么都来。那我在学讲前呢，大概有快要一年的时间吧，我不敢一个人独处，我完全不敢一个人在我的空间里面，我很容易感觉我心脏跳很快，那感觉就是灵性上我也出很多问题，我也不敢跟别人讲，因为也没有人懂我，我连我自己都不懂了，有谁会懂我？当时只有师父上人知道我的情况。那我那个时候有，甚至有一度我很想要跳海就死一死算了。可是呢，每当我有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我真的都会想到师父上人，这个念头就不见了，就不见了。那我甚至也会很想搬离开我自己的家乡，对，那我会想要搬到高雄来这样子。可是我想想，师父上人不是这样子教我的，我这样就是在逃避，不敢面对，对，那我搬到哪里都是一样啊，我只要不修，我只要不改，我搬到哪里都是有宫庙啊，对不对？那如果不去修行的话，到哪里还不是都一样不好受？那我当时会有什么奇怪的感受、恐惧、害怕都有。那我就在有一次的请意，跟师父上人请意的当中呢，也跟师父上人请意说，师父，我站讲台会怕怕的这样子。那师父上人就跟我开示说，那你看你要怕讲台，怕你看你要怕你站讲台，还是你要怕你原来的被抓鸡？师父上人这样子一句话，整个敲到我的心里，原本我还在怕的那个当时，我整个醒了过来这样子。我就跟自己说，苏小贤，你太笨了吧，再笨的也要听师父上人说的啊，对不对？怕那个是没用的，这都是我自己心里的 OS 这样子。那我在那个期间呢，跟师父上人这样子一来一往的情谊啊，也都是离不开这个我的怕，我的灵性啊，我恐惧这样子。那师父上人每每都很慈悲的用法在引导我，而不是像外面求保佑的那样子，就是不是教我花很多钱去花
拜拜烧金纸啊，什么下阴哥给你的冤亲债主这种，师父上都没有教我这个东西。师父上教我的就是你不断去把你所学的法给深入，那把知道的义理去一条去一条去做到，那你去修正你自己的错误观念、思想、行为，那你去好好的就是修行你所学的那一个科目，这才是最真切又一劳永逸的，而不是在外求。那师父上人在一次请意当中也告诉我说，你只要继续在想一个抓鸡，就会延伸有一个抓鸡在等你。你每天都在想被抓鸡，你就永远脱离不了被抓鸡的命数，这样子生生世世的哦，不是这辈子而已。这个叫做一妄言妄了不可得，那就看你什么时候去学入去深入你所学的法，那个问题才会开始止住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子。那师父上人也比喻跷跷板，就说这里有很大的一个跷跷板，这里原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石头，那个大石头就是比喻我自己原本的错误的种种已经累积这么大了。那你师父上说你不要去理它，你只管去丢另外一边的小石头，丢另外一边的小石头就是去做对的，去精进于法上，一直不断的做，你不要去想这里这样子。那时间久了拉长了，一定会翘过来的，一定会。不过你只要不去做正确的，不断的丢那颗大石头，它有可能还会反过来压死你自己，问题也是不会改变的。那我听到就觉得哇，这个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我就不敢再去想了，不敢再去连接那边。所以这都是自己的妄想，后面那么多的抓鸡在等我，我真的不敢想了，因为我怕死了这样子。所以真的要不断的去亲近师父上人，才能有机会把自己身上这么多顽固的刺去给拔出，这么多层层叠叠的错误的问题。那我在进入学讲前，那些很不好受的感觉真的是无时无刻存在的。我没有看过什么不同维持空间的众生，我真的没有。对，可是那一股能量就是早早实实在那边，我就是会不好受。对，那我们东港除了黑尾鱼之外呢，还有什么三年一颗的银床大绕境王船？对，那很多公庙大大小小建筑那个时候都会出来绕境一周，等于也是24小时这样子。那个时间呢？重点，我们家的神明那个时候也有一起参与绕境。那当时呢，时间还没到，海报才贴出来而已。我每天都在担心害怕，我每天都在想说，嘿干杯来，嘿干杯来，每天都在那边这种状态。那种种的担心害怕都是在的，害怕看到那个热闹的队伍这样子。那我只要骑车看到远远的有那个热闹的绕境，我就马上就撸走了。我宁愿骑很远，我不要骑那从那边经过。好，还有那些敲锣打鼓声音，我真的会很想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股能量让我很不好受。好啊，那害怕归害怕，时间来了，终于到了，考验又来了。那就有一次呢，热闹又经过我店里的门口，这么近的距离哦，这样子，好，一条小小的街，来了来了，终于来了，还没到，耳朵已经传来咚咚咚咚咚咚。我那个心跳已经蹦蹦蹦，已经虚到不行了，真的。那我就想，究竟来了，我逃不掉，面对吧，这样子。我要把所学的师父上教我的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时我要用上，我都想好了哦，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去店里找我可以吃的饼干，然后糖果跟水。我就说，等一下热闹来，我一定要站出去，我要把这些东西发给大家吃，这样子。我要广结善缘，我不要怕。然后我就想到师父上说的，你越怕，你就会越遇到。这样子，那果真这就是佛菩萨对我的眷顾。那热闹队伍呢，总共有200多顶。对，那第一顶一号神轿就停在我店前面，就停了。我听到他们就说中午了，要休息喽。我心里已经，我心脏更虚这样，然后我手还抖着这样子，来了啦，真的来了哦。然后我就准备好拿着饼干，我就出去送给那些教班人员，我就说你们辛苦了，那样我就分给大家吃。结果大家好开心哦。那也因为这样子，好多人进来买衣服这样子。然后之后休息了之后，他们要离开抬轿之前要走了，就说来啦侯爷行李较好诶，来改就要抬轿进来我这。我说慢慢慢，这样就好了，这样子。他们就说紧哦紧哦，说不用紧，这样就好了。然后我觉得那是他们的神明要这样做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店外面拜拜啊，我们有那个地云华，对不对？然后我就放师父上的圆和妙音很大声，我觉得是他们的神明听到师父上的圆和妙音才要这样子做的。对，一定有师父上的能量在那里。对，我干嘛讲那么小声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圆和庙要放给神明听，要供养给大家这样子。那肯定呢是这样子，他们才有那个举动。一号就停在这里，怎么不去停旁边这样子？那这一台轿子要
抬起来之前呢，我就跑去看说，哎，里面是哪一尊神明啊？这样子，结果上前一看，是一尊，里面是一尊可爱的虎爷，然后笑眯眯的，对，这样子。那当下我害怕跟恐惧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哎，就没有那么强烈，而且我甚至还可以很开心的去迎接后面来了200多点的队伍，这样子。如果这是以前的我，我肯定铁门早就拉下来了，我一定绕跑，我真的会绕跑，而且我会躲在家里不敢面对，我绝对是不要这种痛苦死了，而且这根本不像一个正常人。那师父上人有跟我们说过，只要有一个怕，那个极乐世界就跟我们没有缘。这个话我也一直都回荡着，只要有一个怕就没有缘，那我就是要去突破，我不能再这样子了。好啊，那说到铁门拉下来，有一次也是别的县市要来热闹，那我就开始带着那种忐忑的害怕的心情又来了。那一天呢，我就在家里附近吃早餐，吃完几口我就跑回去我家里的佛堂念佛，结果念不到几句我就开始一直哭，我没有想哭，可是那个眼泪跟鼻涕就整个都是。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肯定是佛菩萨的能量在帮我洗刷吧。之后我就打给波雅老师，我就说，老师，因为有热闹我不敢去开店呢。老师就跟我说，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说不定人家热闹是要跟你打招呼嘞。我心里想说，我才不要跟他打招呼哎。后来挂完电话，我就鼓起勇气去开店了，不过心里还是当时还是带着逃避的那种心情。这种灵性上跟有障碍的问题真的是很痛苦。那学讲前夕呢，这一些日子遇到这些问题的种种真的是也让我很难忘的。那这些痛苦呢，就在我学讲感应篇上台，就是学讲后师父上铺成我学讲后上台就没有多久就渐渐的没有了，这也是真正的印证了师父上所说的那样，你只要不断去深入去学习去接触，不断修正自己，你那一些真的随着时间你会慢慢变好，要把那个业力转化成愿力。那师父上的铺陈真的好厉害，还好我当时真的我没有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那太上感应篇里面教着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教我一切的恶不要去造。那也因为有这个机缘深入学讲，我发现到课文里面所有那些恶的种种都是我过去生我这一辈子我去做过的事情很多。那就像是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一些的种种错误都是我自己招感来的。难怪我年纪轻轻我的生命状态就这么的苦厄，这么的不好，而且甚至要被抓鸡，这就代表我的福报真的都消光光了，早就已经大堆了这样子。也因为自己做了很多这些不对的事情，也种下种种的恶因，这些因果理路报应全部就是报在自己身上。难怪师父上有铺陈要我让我去有机会去学想去学讲，然后有机会去明白这些因果理路，去断恶去修善，那在当中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去明白这些，让我有补救的机会。那师父上知道我福报不够，让我去学讲累积好能量，又能增长自己的福报，而且我每次学讲完都会觉得我真的是很开心的，真的是那股能量是真的很棒的。那跟以前相较起来真的是差很多。那我每次呢，真的是每次跟师父上人的亲近的学习呢，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你会感觉师父上人的宝真的是挖不完的那个法，对，而且都是没有听过的，每一次接触都是没有重复的哦。那就在两个月有一次机缘与师父上人用餐的时候啊，那一天刚好我农历十五吃素。对，那我也跟师父上人说，我初一十五我吃素，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人也是这样，我就跟着这样子吃。那师父上人就在当中有一个机缘跟我说，佛家有一个叫做六斋日。那我就跟师父上人说，我没有听过哎。师父上人就说，那你有机会你可以去查查看佛家讲的这个六斋日是什么意思，去查就有了。那这一会结束之后呢，我就去查说这个六斋日是什么意思。对，那六斋日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每个月的农历的初八，然后十四、十五、二三、二九、三十这六天当中，这六天会有恶鬼神害人，所以故需斋戒。那相反的，这六天当中呢，也会有四天王等天神下降，监察人间的善恶，也故需斋戒。那所以要在这几天去训练去当中，就是训练自己不要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持戒啊、发脾气那些都不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还有就是身体不涂抹任何香的东西，这些那过午不食，这些也都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坏习惯、贪嗔痴，就要去守，慢慢的去卸除掉。
去守戒律。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哇，我就觉得好开心。那我也感受到师父上很慈悲，再给我一个加分题这样子。不过这个一开始要做到，我也是很多困难重重的，很多问题，因为我自己的坏习惯非常的多，卡得太重了，所以呢一开始要改掉很难。那就在我有一天六斋日早上已经准备好信心满满要持斋戒的时候呢，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又再度来临了，又来障碍我了。那这次出现的是活着的冤亲债主，他是看得到的，而且考验更大。我一开始就很开心的下楼要去上班，我就经过我们家厨房，我就看到我先生在那边煮水煮蛋。那天气那时候天气有点微凉，那我一进去就拿了一颗水煮蛋了，就往我先生的脸上碰。我不晓得他是被我吓到还是疼掉，他就随口就骂了我几句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甘示弱的，我也就把他骂回去了，就跟他起了口角。我心里想说，我都准备好第一天要斋持斋戒六斋，第一刚看到你破功，我就骂他，这样气死我了，真的气死我。那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而后呢，我有机缘又请教师父上人关于这六斋日我遇到这些问题，师父上人开始跟我说啊。这个冤业跟考验是一线之隔，因为蛋是我先生煮的，如果我跟他没有冤业，他就不会去煮，那如果不是他煮的，我也就不会去烫他，对，那这样你们就会没事。这真的是冤业跟考验。那师父上还说，你想要做变好的事情就会有障碍出现，这就是缘。冤亲债主我们很难理解，师父上在比喻当中说，有些阿嬷她很疼自己的孙子，那结果阿嬷在临终前要走的时候却走不开放不下，怕被开卡，那全家人就是因为这孙子最敬爱阿嬷，阿嬷最疼爱这孙子，所以以至于阿嬷临终时走不开。那这些的好呢，某个层次的背后就是冤业，对，那关系上就是冤亲债主一样。那就像我先生要煮水煮蛋给我吃，那股能量就是他必须对我好，我才能让我有机会去破戒。那所以冤业跟冤亲债主跟考验真的是一线之隔，师父上跟我们说的，说冤业跟冤亲债主跟锻炼是同，冤亲债主跟锻炼我们是同一个。那师父上说，所以佛菩萨就是后者这一个。师父上说，佛菩萨来到这个人世间遇到的都是他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可是佛菩萨却可以用度这些，师父上说这些冤亲债主佛菩萨是可以去度他们的，可是我们是跟自己的冤亲债主怎么样吵了起来，又在当中又去结了一个怨。那所以师父上开始说，修行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去修行啊，这就是修行啊，不然你要去哪里修这样子。那就算是夫妻也是要修行，也是各自的事情，不然到最后是冤冤相报，这会有冤业，会有考验，会有考验因缘果，这些都是，那你还过头了也不知道，你讨过头了你也不知道。那所以呢，我刚刚就像我刚刚分享我阿公我阿妈，那也是啊，喂药给我阿妈吃嘛，对不对？那最后还是不圆满，又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平日要练功，不然境界来了真的是全部都成了空了，真的。那虽然是一个事件的发生，不过没有师父上人的开示引导，我绝对没有办法是了解这一件事情背后的那个因果理路是这么的重要，因缘果是这么的重要的。还有我今年年初，我妈妈也因为突然间的就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那我家里的神明降低下来说，你妈妈的寿命到了这样子。那当时全家人真的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家的家神下降低下来说呢，要去请求玉皇大帝的求救。对，因为我们的宫庙最高神职是玉皇大帝嘛，领御敕的这样子，那需要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上去下来要两个礼拜的时间。眼看我妈妈的状况一天比一天都还要严重，要等两个礼拜，那我看她一口气真的都快上不来了，等于就是快走了啦。那之后我妈妈就自己开口跟我说，可不可以请师父上人帮忙出手相救一下这样子。那我当天请波雅老师帮我转达给师父上人，那也请求师父上人的帮忙，那师父上人也很慈悲的应允了，那就在当下帮妈妈就在调解了。那师父上人也在当下就跟玉皇上帝在沟通调解。那师父上人这个请客当下的时间，跟我家里的神明说的那个时间也真的，也我自己的理解是也差太多了吧，还要等到两个礼拜。那师父上人这边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障碍，马上就可以即刻的这样子，那一个要等两个礼拜。那原来家里的神明也是会有一些障碍，也是有他们没有办法
突破的一些问题跟空间的。那也因为师父上人的出手救赎呢，我妈妈呢当天整个病情就好转了许多，后来也祈请师父上人帮妈妈做音韵疗法。那一开始要搀扶着我妈妈走路，她等于就没有办法走啊，整个都快走了这样子。那经过师父上人的音韵疗法之后，我妈妈可以自己用走的走回去了，真的这差判若两人。那师父上人在当中也开始引导我妈妈呢，能够每天念佛号声，不要间断，加上读诵十善业道经，把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好好运用在法上面。那这样才能真正的去改善问题，不然阶段性都是靠师父上人的加持，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也是不会好转。那这也让我感受到人生无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有很多的明天，还有很多的时间，明天再做，那谁也不敢去保证我们下一秒还可以去在的，真的就是要紧抓着这个分秒的时间在法上面。那这些我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没有师父上人名师的引导，我绝对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这些清楚的理路，没有明白肯定做不到。方向真的很重要，能遇见名师更是重要，真的很感谢师父上人。那我从一开始的抓机到现在的学长，也感谢师父上人不断的在每一个阶段的引导我，在法上引导我，教导我，让我不再的痛苦。而且跟着很感谢师父上人，如果没有师父上人教我这些法去运作，我今天不会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学法的种种的过程与经历的阶段。那再一次的证明，真的是再一次的证明，师父上人所说的法都是真真实实可以让我们改变的。那这些所有的障碍也都是我自己所造成的。感恩师父上人让我给我的能量，给我的勇气，给我方向。当时如果我真的迟迟的不踏出我自己的那一步，也都是没有用。那感谢佛菩萨都是出现在我面前了，我这么好的法来到自己身上，如果没有去抓紧的话，也都是可惜的。所以在师父上人这边学法真的是有别于外面的，师父上人教育我们，我们自己去做到，给我们方向，我们自己去做到，就是真的能改变，也不是叫我们外求，不是像我们家的宫庙看到很多人来求神问卜，求神明帮我画一画就好了，回去他就不会想要去改变，一样就照着他自己的方式，日复一日一直来要求，一来来求求求，都是一直这样，一辈子就走了，就这样子不会变好。那没有去改掉这些不对，不可能变好的。那只要想着外求是不可能，自己不努力是不可能会有好转的。那师父上有跟我们说过，现在的灵界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复杂，这样求来求去，他现在来满你的愿了，改天换他需要你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就像我刚一开始分享的，很多的灵媒、神明代言人，也许都是这样子吉祥而来的，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因为神还是在六道轮回，他们还是有他们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不像是佛菩萨是无条件的，是在帮助众生。神没有超越，还是有他们的问题。只有佛菩萨是最圆满的，因为才有智慧，才可以有智慧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那佛菩萨是过来人，是现教育教化，让我们可以跟他一样无二无别的。所以要学习就要学习佛菩萨，是最靠谱的。最后感谢师父上人的慈悲教导，让我明白这些珍贵的佛种子，也让我不再接下这世袭传言代言的宿命。也感谢十方三世诸佛、诸菩萨、诸众生，也感谢我们家的家神陈奶娘娘，还有三太子的示现，也感谢在场的老师以及师兄师姐们。我今天的人生学长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对，那其实我认识老师其实大概也有六七年的时间哦。那其实很多就是认识老师比较久的同侪们，就是应该都感受得到，就是老师的那个气质啊，待人处事、应对进退，真的是有大大的不同，大大的改变。那正是这些大大的不同，才是就是我们人生系列讲座最珍贵的地方。对，因为这些改变都是主讲者们的真实的生命历程。对，那当然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是因为遇见了一位名师，一位明白宇宙人生真相，一位明心见性的老师。对，那在当然还要再加上我们主讲者们就是愿意自己去落实改变修正自己，才得以谱出这美好的人生乐章。
那正所谓不逢出世名师，枉服大圣法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恭请洪胜师父上门开示。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哈，知道有那种哈比人，哈比人对不对？哈比人怕的是戒灵，对不对？哦，那么以前的小琴老师怕的是灵界，对啊，很多人看电影的时候会很纳闷，哦，对不对？那就是电影嘛，对不对？啊，那你有人看过嘛，对不对？哦，那个戒灵这样飞飞来的时候，远远还没看到的时候，那个哈比人不就开始哦头昏脑胀了，对不对？哦，然后没有经历过的真的很难理解了。哦，那当然，以这边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以前呢，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同参学院嘛，然后来来去去来找我，那时候我在年年屋，对不对？然后来找，那有不同族群嘛，哦，彼此不认识的，然后就有一个女士，哦，那时候也不能叫女士了，小姐了，哦。哎，敢讲太老吼，等下出去吼，敢像破坎破地。啊，那个小姐吼，就临障体质嘛，然后就来就开始这边吼灵动啦，头昏脑胀啦，吼，然后比手画脚啦，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吼男士吼，那时候叫做那个年轻人，对不对？吼年轻人，吼那时候就很看不惯啦，就说哎，他们在干什么啊？吼在干什么？怎么这样？好奇怪哦。哦，你就像你家突然有一个人吼，哦，发起来吼，哦，他们讲的术语叫发起来，这样当然很奇怪啊，对不对？哦，然后他就说他很不能叫，那当然那一天这个女士先走掉了，哦，然后这个先生哦就开始在那边这一直在讲怎么这样子啊，怎么有人会这样子啊，哦，真是看不惯啊，什么一大堆，哦，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去了解理路，我们不能永远用这种对立的态度，对不对？哦，那他那到底是什么理路呢？我说，他们叫做易感体质，哦，对不对？那易感体质严重一点叫做灵障体质，对不对？哦，还有人叫灵异体质都好。哦，啊，如果在国庙体系有一个名词叫灵宫体，哦，都好，这个名词太多了。哦，那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好了。那这些人也不是自己要这样子。对不对？他有生生世世的这一个你们讲的宿命啊，好，哦，宿命。那当然，我们一个学习的人不能是宿命观啊，哦，不能是宿命观哦。我们一定是要有一种修命造命观。那当然，你有修命造命观的状态里面，你也不能去否定宿命哦，宿命这一件事情。宿命的意思就是结果啦，哦，结果。那修命造命是改变现在的结果。与我想要的那一种结果叫做修命造命嘛，所以其实这两个是融汇在一起，是同一件事情嘛。好，哦，那换言之，宿命观就是什么？就是你了解，啊，哦，了解什么？了解我的状态，那叫做宿命。啊，哦，那修命造命是奠基在这个了解的基础下，我可以怎么做调整？语言，你未来的结果就不是现在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修命之中证明，你们叫改变命运嘛，对不对？哦，那拉回来，我刚刚讲的那个女士，哦，就是他们过去生生世世有某一种因缘，所以现在产生这个结果，所以你不能说它对与不对的问题，它就是存在，那存在就是合理嘛，哦，合理是意思是什么？哦，合理不一定是你认为的正确，可是合理必然有它背后的理路。哦，那我们世存的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没有离开因果报，也就是说，这是古时候的用词叫做因果理路，现在人的用词就是自然法则。哦，自然法则。哦，你喝水就止渴，你吃饭肚子就饱，对不对？哦，然后你运动就流汗，哦，什么这个就是一种自然法则。哦，那不是谁定的。那当时我就跟这个先生讲说，哎呀，他们现在会这样，如果好好学习，以后不见得会这样，搞不好改善就不会这样。哦，那么你呢？现在都不会，对不对？也从来没遇过，对不对？他说对呀。哦，那如果你继续这样子仇视人家，以后搞不好就是你了。这样，哦，然后他当然心之淡淡，然后看在哦是。哦，声称师父在讲话也不好意思抗议啊，哦，对不对？内心搞不好都很不舒服，对，哦，众生就是这样，忠言逆耳。结果呢，好像过了两个礼拜，有一天我接到他妹妹的电话，说我哥哥疯了啊，哦，疯了，对不对？那时候我在台北做讲座，
哦，然后说赶快下来屏东救他，哦，然后疯掉了，哦，然后我说怎么个疯法呢？他就描述，哇，怎么办呢？我说，哎，看来我还有4天才回去啊。他说不行啊，哦，他疯成这样了怎么办？我说暂时死不了没关系，哦，再等四再等等4天，这4天回去再帮他处理。你看，果真对不对？哦，所以我们所有的命运都是来自自己，哦，我相信。在这个时代，资讯通畅的时代，哦，要知道，哦，要知道有一个观念的人实在是非常多，就是万法唯心造嘛，哦，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的心，哦，所产生的嘛，哦，在这个时代，尤其有量子力学的这个科学背书，哦，这个观念大家要去听闻它，知道它不难，可是。哦，这个像牛毛一样，哦，那么多牛毛，那牛毛还在不断长，对不对？不断长，牛毛会掉，掉了又再长，就是说无止境的意思，会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是你会发现，要能够真正去落实这个道理与修正我们的心性的，是极少数，就像那个牛角一样，哦，牛角一样。那古时候的人讲什么？修道如牛毛哦，成道如牛角哦。好，哦，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如果用牛毛牛角来比喻，就不是呢，是知道如牛毛哦，修道如牛角。那修道如果如牛毛，成道如牛角的比例，哦，以这一个逻辑来讲的话，那知道如牛毛，修道如牛角的状态，那成道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哇，哦，就极少数了，两根牛角的比例，那成道的就0.0000几了，对不对？哦，所以。哦，我们要去改变命运，要抓重点。哦，你一定要知道生命的核心在哪里，然后你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正确的态度用这个时代来讲，就是你们声称的科学态度啦。当然我们现在，哦，认同科学的人也不竟然有科学的态度啦。哦，我们常常是迷信于科学嘛。那，哦，迷信于科学的一大旁人，哦，在以前就会讲，哦，崇拜这些生命成长的，哦，叫做迷信于宗教嘛，对不对？哦，那以前的宗教观跟现在的宗教观也不一样的嘛，所以现在是名词腐烂的时代，哦，我们很难用一个名词直接去阐述，除非你是那个体系能够深入了解那个名词背后一个很庞大体系的义理的人，你有这一个共识的时候，才能浓缩成两个字一个字，哦，或一句术语这样子才能够去做沟通。换言之，我们这个时代要学习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名词的了解，名词的了解。那如果我们不多花一点时间，把你所学的那一个所谓的状态，哦，或者是运行的这一个学门里面的方方面面的阐述，哦，把它，哦，穷究其理，了解它背后。哦，那圆满义理或定义上的那个术语的话，你是无法再从中得到所谓的圆满利益的。那当然圆满利益是好听啦，啊，有时候我们得到佛面的利益都很难很难，哦，那这是一个基础点。那这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现在的人类，哦，以 99% 以上的几率在互动都是用言辞嘛，对不对？哦，你们现在叫做文字啦、语言啦，哦，这些，哦，那它就是我刚讲的那些名词术语，哦，那这些如果不去搞清楚、弄明白，那你就会，哦，方向搞错。就好像说，小云老师他们刚刚讲的，哦，他们家族啊，哦，公庙体系，我们现在民间信仰，哦，这是占多数的，对不对？哦，那我们从以前到大就常常听到一些名词，叫做什么启灵啊，哦，麒麟嘛，对不对啊？什么叫做带天命啊，哦，对不对？哦，灵子啊，对不对？好，哦，像他们家的神叫灵玉子嘛，哦，所以最高神子是玉皇大帝嘛，哦，等等，哦，那很多人就在这边产生疑惑，就哦，原麒麟就是要去训鸡呀，啊，对不对？训鸡呀，啊，哦，那。你能说对或不对吗？也没办法，因为在那个领域就是这么沟通嘛。哦，那很多人，哦，以前有很多同参问我们啊，他说啊，说那人家启灵，我们怎么不启灵？对，我说我们也启灵啊，对不对？启灵啊，
哦，那没有啊，没有看到我们拿香啊，对不对？那个深夜12:285秒开始点纸钱啊，对不对？哦，通通没有这个啊。我说我们有启灵啊，都、就是启灵啊。他说那些启灵的意义是什么？我通常启灵在于公庙体系是一种跟外灵的交汇嘛，对不对？哦，开启跟外灵的畅通。哦，畅通于什么呢？于他能够使用我，这是启灵，他是这样嘛？哦，结果论是这样。那他说，那我们的启灵是什么呢？我们的启灵是启发你的自信本来的灵性，也就是那个灵性就是你自己，哦，你自己。那什么样的你自己呢？就是智慧圆满显达的那个你自己。那我们现在是哪一个我自己？现在还是我自己，对不对？他没有两个。哦，现在是一个我智慧被蒙昧的那个我自己，对不对？哦，比如说怎么讲？从结果论上，我们现在多数的人，哦，或者是问卷一下在座的，你们一生没有烦恼的，请举手。啊，没半个，你看，哦，没半个呢，哦，你看，好，那个这个就是重点就来了，这个就是我们智慧被蒙昧的那个自己。所以你们很熟于智慧被蒙昧的那个自己，好，你们很不太熟悉你智慧显达。那什么叫智慧显达？智慧是干嘛用的？智慧是能解决一切烦恼用的，对不对？哦，烦恼、忧虑、牵挂之所以存在，就是我人生有一人一事一物我没辙，对不对？我遇到没办法啊，不如我意，对不对？哦，所以智慧有的话，你就在你的人生运行，你就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造成你的困扰，因为你都懂得怎么面对它，哦，怎么懂得面对它与什么，与增长，哦，与一种圆满的对待，所以你那时候就不会有烦恼又牵挂，所以我刚挑一个烦恼而已，对不对？哦，所以你看，哦，那个智慧的自己多好，所以你就知道启灵多好了哈。对不对？哦，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现在讲起灵是这个意义咯，所以现在多数人在学习遇到的障碍就是在这一个点上，哦，他搞不清楚，然后他就在运作了。那这个以前我们的讲法叫做盲修瞎练，哦，盲修瞎练，那盲修瞎练也是了不可得啊，哦，所以学习觉悟之法，哦，古时候叫做佛法，哦，觉性之法都好，哦，于。我们东方哦，以这个所谓道法也讲也行，对不对？哦，这个以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哦天性之法都可以哦。那所以为什么古之道人他都要求一个什么天人合一呀、啊，对不对？那我们又把天人合一搞错了，以为天就是外灵，哦，然后我要跟他合一，那不就是现在的乩童，对不对？哦，现在的儒家。哦，起乩，对不对？哦，这个又不是了，对不对？所以你每个名词都要给它搞清楚。那我们讲的天人合一就是什么？天是一切的增长嘛。那合一就是与你的生命是如是嘛。哦，所以你就天人合一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真正正常的人，那个就叫天人合一嘛。所以很多人以前在问我们说，学佛到底要学什么？哦。因为看到现在啊，有佛教啦，有道教啦，啊，当然现在民间现在已经佛道融合啦，对不对？都好，我通称学佛这样子。那到底要干嘛？很多人不知道啊。哦，有的人好像明白要成佛啊。哦，有的人他会说学佛就是要赚钱啊，对不对？学佛就是我的感情要顺畅啊，学佛就是我家业要和乐啊，对不对？很多。哦，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遇到80%的都是这样。哦，来找我们的都说：“师傅，我要学佛。”啊，学佛你要干嘛？哦，我跟你讲哦，师傅，你会当帮我无？哦，帮啥？哦，你教我学佛，哦，啊，互阮去到迄只老狗较听话。怎么我啊？你老起狗哦？原来不是啦，老狗就是先生的意思啊。哦，今麦也当起狗啊，当然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桃园猕猴还是保育类的时候，对不对？哦，还做不一样没？等等啦，就是说我们会接触佛法，有心有时间，都 OK。可是偏偏就是不知道接触佛法到底它的宗旨义理。
最高价值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时候我们接触十万辈子的佛法都不会有效应的，你放心。所以你们要把它搞清楚、弄明白，搞清楚、弄明白的去相信它、学习它，这时候就叫做正信。你们听过迷信吗？相对迷是不是叫正了？对不对？可是这时候还不能真正圆满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你要达到正信向上一着的真信，你才有办法得到佛法要带给你的真实利益。那什么叫真信呢？真信就是建构在正信的基础下，你都要去落实。你没有做到的都不叫真。那你知道对的可以叫做正，可是这是依我们世间法来讲，依我们世间人来讲，所以在这一种所谓的佛法的领域讲正就不是这样咯。他讲只要出现正啊、善啊、这个字眼出现，他讲的都是入法界归本心。这个就很多人听不懂了，对不对？什么叫法界什么本心？要解释起来也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世间人是不是也有讲善，对不对？那我们的善是什么？我们的善是做善事嘛。这个人脾气很好，这个人很有爱心，对不对？都是这一类的。这个人会去救济穷苦人家，对不对？会去扶植弱势。我们是不是定位为善？要在佛法不这么定位。刚刚讲入法界归本心，大家听不懂，现在用一个对法的概念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世间人讲的善必然有一个恶相对啊，对不对？佛法讲的善不是这样。佛法在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你入法界的这一些生命状态。那什么叫入法界？就是你的生命已经不存在有对立这件事情了，所以你的生命并没有所谓的善恶的概念。可是你偏偏所有的行迹行仪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的生命的行为，通通符合善，通通不符合恶。这是世间人。可是你的心并没有这个善恶的概念，对立的概念，所以你就不会因善而相对一个恶，因恶而造成自己的心更纠结。你看善为什么相对一个恶？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择善固执，对不对？嫉恶如仇，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嫉恶如仇？因为你认为你是善，所以你就会嫉恶如仇。那在于入法界归本心，佛家在讲的善，这个善不会嫉恶如仇，他会去体恤为什么会这么恶，对不对？众生为什么会这么的恶执？因为他曾经造下了什么原因，所以他有什么特质，所以导致他现在的结果就是这么恶执，所以我可以体谅他，对不对？那你可以体谅他的时候，你会不会嫉恶如仇了？不会。所以你的心永远都是平静的，佛家叫做清净。换言之，你没有清净的基础，你就达不到佛家讲的善的标准跟正的标准。所以佛家有一个事情就叫做八正道，对不对？你没有八正道，你没办法入佛境界。那在这些都是一些佛家的术语，可是这些术语偏偏是我们生命的本然。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契入生命本然，我们很难理解这些术语。倒过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学习者，你没有深透这些术语的理解，你很难契入生命的本然。如果你没有契入生命的本然，那么你就永远活在我们也许诸位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这些苦空无常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苦空无常，对不对？你们世间常常在互动啊，一发生个什么事啊，无常啊，都无常啊，对不对？无常。那这是世尊49年行教的初阶告诉我们众生苦空无常，所以他又告诉我们的四谛法苦集灭道，对不对？苦集灭道告诉我们什么？因果理路，我们第一个字理解到苦，大家能接受，对不对？世间人苦不苦啊？你们刚刚一定已经应该叫刚刚已经帮我背书了嘛？因为刚刚问劝大家，没有一个对不对不烦恼的嘛？不烦恼等于苦嘛？对不对？所以告诉你们苦，你们可以认同，对不对？可是你可以认同苦，感知苦的这个领域并没有入法界归本心。
如果真的是苦集灭道、真的是苦，为什么你们常常有些人有缘于念心经，他一直跟你重复一句话叫做无苦集灭道，对不对、那为什么又讲有苦集灭道、苦是果，集是因，为什么苦呢？因为你收集了一堆烦恼，你收集了一堆你的贪嗔痴，你收集了一堆你的傲慢，你收集了一堆你的质疑，所以你在收集这个东西与你的生命运行当中，所以你的果报必然苦。我知道，所以集是因，苦是果。那我们众生听到这个道理，他会比较能够认同，因为他根深蒂固的妄见认知就是有苦，对不对？有苦，所以告诉你苦的原因就是集。那这时候呢，你才会往一个方向想，往就是那怎么灭苦啊，对不对？所以后面两个字出来了，叫做灭道，对不对？灭道不是灭掉道哦，一样，这都是因果理路的术语。灭是果，灭就是灭苦，灭苦叫即灭，即灭为常乐，对不对？就是没有任何痛苦相对应的那个乐，我们世间的任何乐都有相对应的痛苦，所以这一个乐又从何而来呢？从道来，就是灭是因，是果，道是因，对不对？那道是什么？刚刚是不是讲了八正道了，对不对？八圣道，那八圣道可以以小乘、大乘跟一乘，它的讲法都不一样，这个暂时不必去琢磨它，总是让你了解，道可以理解成符合自然律，对不对？大自然法则，它没有善恶的分别，它没有你我的差别，对不对？道是无情却有情，它没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执意，这个道，那你符合道的运行了，换言之，你收集了这个，刚前面收集苦因，现在收集道之因，你的人生就灭苦就是乐，所以你真正的生命本然是什么？无苦即灭道的。所以那时候世尊在最后涅槃之前讲的《涅槃经》里面讲什么？常乐我净，对不对？那我们世俗地法讲无常苦空，对不对？你看都是相对应哦。那他最后要灭度之前，他要跟所有的众生讲真实话了，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生命根本没有苦，苦从哪里来？苦从你的误解来。误解，你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妄见，对不对？妄想，对不对？卖个打妄想啊，你不是都这样吗？常常听了几年了，离执着分别妄想，对不对？离妄想分别执着，从这边念，从那边念，念得滚瓜烂熟，对不对？你还是在妄想于妄想分别执着，你还是在执着于执着分别妄想。你看，那你怎么能够卸除这个呢？因为这都是你的误解，所以我们换一个白话文叫做误解。换言之，你只要对你的生命不误解了，那么你就是常乐我净了。这个我不是我指那个我，这个我是自在主宰，是你真常生命，也就是刚讲你入法界了，你归本心了，佛家另外一个名字叫自性，清净圆明体，对不对？又有另外一个名字你们比较熟悉，小说电影都看得到，叫如来，什么啊如来啊，对不对？如来，如来不是在讲外在那一个佛像，而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然。就像我刚跟你们讲的，你们有一个自己叫做什么？没有烦恼，智慧显达。前面是不是讲了你们也有一个自己叫做现在这个样子的烦恼忧虑牵挂的，对不对？这两个都是你自己，它只是一个转向而已。当你误解了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是掉落在那一个烦恼的你自己了。当你明白了整个宇宙人生真相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常乐我净那个我自己了，懂意思吗？所以我用一个例子比喻啊，你们昨天吃很多，尤其女孩子，对不对？今天那吃一点嘛，你要肥两公斤啦，对不对？吃一点嘛，肥两公斤。今天你肥两公斤的你，肮脏的你是两个人吗？是这个幻象是两个，可是你里面那个都是同一个，懂意思吗？
哦，所以它只是你误解不误解的问题。所以要一个学法改变人生的命运，它的基础就必须要去增解，要去了解它。哦，所以我们这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能力都一样，一模一样。当年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若远离妄想执着，则一切智自然智，无是智自然证得。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一切众生，当然包括你我，对不对？这些阿狗阿猫，包括这些空气，对，这些水分子，通通是众生，众生者众缘和合而生成之意，对不对？哦，那一切众生既然皆有，皆有什么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你们现在所理解到能想象跟能听闻的一切这一些贤圣，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全知全能。哦，全知全能，哦，你们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哦，你如果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就不可能真实的得到没有烦恼的生命状态。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哦，你看他把关键点告诉我们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执着，执着是辅助了，哦，加码了。妄想已经讲完了，妄想就是，但就是因为我们误解了生命，我们一直用误解的看待对待，哦，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不能证得什么？我们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哦，他又告诉你方法，很简单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啊。既然是因为妄想执着造成的，那你就远离它就好了吧，对不对？哦，远离就是不要而已。你看不要是最简单的，我们要一个东西是很难的呢，我们不要一个东西是很容易的呢。比如说这个盘子不要你就丢了就算了，对不对？你曾经看过这个盘子，你曾经看过，你好喜欢，你好想要，对不对？它到底哪里才有？很难，你得不到，对不对？哦，所以要比不要难。那既然他叫我们是不是要而是不要，那不是很简单吗？所以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能，若远离妄想执着，你就不要它，远离了我们的误解，对不对？那你就自然证得你的无私智自然智，对不对？哦，你通通证得了，对不对？哦，那个就是你的本能嘛。哦，换言之，我们一切众生的本能都是圆满无瑕的。哦，所以哦，今天小琴老师跟我们分享一整段，哦哦，他的所有经历，无非这一些所有的恐惧、害怕跟遭难，通通是在我们依误解生命而有的兑现的生命现象。换言之，慢慢学法，也就是学一个明白而已。哦，把明白的生命状态去落实它，你自自然然就远离这一些无明了。所以你的命运，哦，当然就是你自己改变的。对不对？哦，那其实也是什么？你只是不要它而已，哦，不要它就回归了，哦，所以为什么老祖宗总是告诉我们舍得舍得，对不对？你能舍，舍是放下，得是什么？得无所得，哦，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对不对？啊，不可得。那为什么叫不可得无所得？因为你本来就有的，你就无需再有一个概念，哦，说有得有得才有所失，对不对？哦，所以根本无所得，因为你本来就是。哦，所以希望诸位学员如果有机缘能够去花时间去探深探，哦，深探这些生命的宗旨义理，当你探得越深，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人生本来就会浮现得越美好，而这也是你们诸位的本能，哦，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就讲到这边喽。Sana
那所以是十方三世佛、啊、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一人、哦、我们当知道如若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有心造，所以心是造化主，你们善于、哦、你们应当善于掌握住你的心、哦、心能够导行，所以不要在默契之节上、哦、去执着琢磨，而要在我们的核心上哦、去调整、哦、调化，调化了核心，自自然然你的现象也就转化了，所以那是你们生命、哦、改变、哦、气入至善圆满的一个着实真实你们能够去达到的理路、哦啊、希望诸位、哦、能够在今天的仪会里面、哦、有所属于你们自己的领悟，感谢诸位了。